今天我向大家描绘一幅学校发展的蓝图，这就是山东省实验中学即将建设的西校区规划设计图。山东省实验中学应该是教育体制改革的探索园区，教学改革的实验园区，和素质教育的示范园区，这是它的历史使命，也是名校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。